法师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268面，268面，第八行，新罗元晓法师对这念起。新罗元晓师有重要论无上菩提之心法，一者随时发心，二者顺利发心，缘随时者烦恼无数，悉愿断之。离现法无量，悉愿修持。三众生无边，愿悉度之。有诸三思，决定其愿。决定其愿啊！咱那大乘来看这段啊，这是唐朝时阵。现在韩国元晓师，伊伫中国留学，是一个真正出色的留学生。转去韩国了后，变做一代祖师，重要呢。是伊啊，这个无量寿经的注解成为重要。伊啊，伫这顶面，甲无上菩提心做一个解释。伊嘛讲，随时发心，顺利发心，甲头前啊，咱所读的《往生要集》内面所讲的原始菩提心、原理菩提心，真接近。意思拢差不多。言虽书呢，头前讲的啊，是四弘誓愿，这个所在伊啊，只讲三个，只讲三句。意思个四弘誓愿也真接近。你看第一个，四弘誓愿讲咯。烦恼无尽，誓愿断啊！呀，即地所讲的烦恼无数啊，愿悉断之。由此知影，发菩提心，未当讲无断烦恼。为什么呢？菩提心是觉心。烦恼是迷啊，因为有烦恼，觉心就显未出来。啊，咱知影，觉心啊是家己的真心，是咱家己的本性。中国古圣先贤甲咱讲，人性。本善，三字经内面的头一句，人之初性本善啊，迷就不善咯，觉啊就善咯，所以本善
在大乘法内面称为本觉。中国啊，古代的讲本仙，本仙啊，甲这个甲本觉，实际上是同款的境界，是一件代志。现在不仙，不仙啊是十性，因此教学就非常的重要啊，教学。最重要，也都是第一个教学的目标。可能讲宗旨啊，主要的，就是如何会当保持本心，你袂迷失啊。基础已经迷失了本性呢，如何来帮助伊恢复本性？这就是教育真正的目标啊！所以中国古代时阵教学，学生读书。志在圣贤，圣人啊，那就是不着本仙而未变质啊。圣人一定啊，是对不仙回归到本仙，这是圣人君子啊。古早时阵教学，你甲看卖，以这个作为目标，甲大乘教内面，烦恼啊，无尽啊，誓愿断。第二，显化无量，万劫修集啊。什么是显法？利益众生啊，拢嘛是显法。换过来呢，你的家己的拢唔是显法。这点大乘教内面讲得真清楚。你那么为什么？为什么咱利益家己不是先发呢？咱想看卖大乘佛法学的是什么？终极目标是什么呢？是要成佛啦！大乘经不常讲啊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现在不是佛了。为什么不是佛呢？现在你为家己，你都是六道凡夫啊。错了，为什么讲为家己都错呢？金刚经也是中国人必读的，无学佛的人也爱读。你看金刚经顶半部讲的，无思想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世上苦就是六道凡夫，未够分别执着这个世上，你就离佛门了。你哪个问我为什么呢？世上是假呀，不是真的呀。
执着假啊，唔肯放下，这叫做迷啊。啊，这迷什么？就迷这个啊。啊，这是咱袂当唔知影诶。烦烦恼，头一关就是放下心见啦。就是破思想，什么人破呢？金刚经讲得真清楚，殊途圆就破了，修行初果啊，大乘啊，亲像华严经所讲的，十心菩萨初信位啊，初信位就是拄啊入门，那就小学大乘内面啊，啊，这个佛教小学一年级就破了。这关哪是不破的？你无入一年级啊？你还得幼稚园啊？唔是佛的正式的弟子啊？这一定爱怎样呀？啊，烦恼不破，先发就袂当建立啊。烦恼障碍的显化，破坏的显化，这道理你知得啊！我初学佛的时阵，我个老师请教佛法殊胜，何人仰慕啊？是不是有方法，互我真紧会当去立？老师跟我讲两句话，看会破，放会落啊，你就入门了。看会破呢，是明了事实真相；放会落，就是啊，放下烦恼。烦恼来对，头一个是放下心见啦，无我，确实无我。六道十法界，执着这个我是假的啊，特别是六道啊，执着这个假我啊，永远袂当啊出六道轮回啊。啊，所以诸位一定要知影，什么是正法？特别是大乘内面。尊敬尊完，为什么？尊敬尊完，华严法华，这是标准呐、啊。我这不破，那你就袂当入门咯。这个是净法，经论内面佛讲真多咯，许多烦断烦恼，断多一寡烦恼呢？三界九地啊，八十八品见性，这拢总断咯。这让净土的顽固也都是啊，修行菩萨的初心位啊。用佛的教学，将这物件归纳，归纳做五大类。
这容易教，也容易学。为十八面见血，分作五大类。第一个是心见，第二个是边见。心见就是执着的心是我，这错了，心不是我。边界呢，就是现在所讲的对立，我跟人对立，跟书对立，跟一切法对立。咱今仔日讲相对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所有烦恼的根源呐。对这对立，这起矛盾。那对矛盾，这三性冲突啦，啊，冲突个提升啊，就是斗争了。啊，所以今仔日的社会拢是咧讲究竞争啊，这些弊落都轮回啊，这绝对唔是佛法啦，佛法内底也无竞争。有法是讲六合啊，哪来争呢？有争这个念头，有争的这个行为，诶，永远都去六道轮回了。而且六道轮回应该结婚的是三恶道。你看人天圣灵君子啊，伊未争，伊讲究让啊。古早时阵，咱中国人教学教囡仔，对细汉就教因让啊，大生是忍让，慢慢学向谦让，提升落谦让啊。到关键界时阵，礼让，让到底啊，哪有这个争的这个念头呢？争的这种念头，这种行为呢？君子啊，是看不起啊。无这种道理啊。所以，真正会放下边界的啊，放下对立的啊，社会啊就和谐了，冲突就化解了。第三种叫做见诸见啊，第四种叫做解诸见啊，这两种咱会当该合起来，中国人所讲的心见啊，啊，无人心见真深咯。心见啊，有两类，属于印象的心见叫做解初见，属于故乡的心见叫做见初见啊，就是这两个，咱中国人合起来叫心见。无心见的人，心地清净啊。在这个世间，一切当就亲像普贤菩萨共款呢，应顺众生随喜功德啊，一心拢好，无一项唔好啊。为什么呢？伊无分别，伊无执着啊。最后一种叫做邪见，就是讲，如顶面这四大类，无属这四大类。所有一切处外的办法，就归到这类啊，叫邪见。这物件若无了，这入佛门啊，
所以佛门不是说你研究多少佛经，你啊乞丐行善念佛，不是这个，这跟这无相干啊。关系就是说你烦恼也有无，你就爱自性啊。主要知影，啊，佛终极的目的是明心见性。那这是禅宗讲呀，为万世千法门，门门啊，最后啊，拢嘛是明心见性。所以把这经顶面佛讲啊真好，法门平等啊，没有过下。为什么到最后拢见性呢？拢同款呀，只是修学的这个方法无同款呀。门路无同款，方向是一致的啊，目标是一个啊。这就是咱所讲的佛法道同啊，法门平等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为什么要讲这么多法门？因为烦恼太多了，个人观心不同款啊，法门多了，便有大家学习啊。你感觉多一个法门适合你，你就用这个法门。但是呢，一定是烦恼轻啊，智慧重啊，啊你就修丢了。那讲你修行这个法门，烦恼拢未断，甚至讲烦恼更加多，啊你就转错了。啊，功夫得力不得力啊，就是啊，清净心心修现前啊。咱这个经的这个经题顶面，这个标准是清净平等觉悟啊。也阿罗汉证到清净心，菩萨得到平等心，啊，佛是大彻大悟，觉离啊，觉是佛啦。这真有路用啊！烦恼断了后，才会当修善法。你才知影讲什么叫做善法？这个善的定义，你也弄清楚了。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善恶的善是相对的，是对立的，那就不善了。啊，六道里面讲善恶啊，修仙是三善道，做恶呢，你就会是三恶道啊。未当出六道轮回啊，所以啊，伊唔是佛所讲的仙，佛所讲的仙超越六道轮回。我将见血断落，然后输血啊，输血是思想上的错误啊。三界啊，九地已经是八十一品。啊，佛嘛，甲伊归纳为五大类：贪嗔痴慢疑啊，这五大类啊，这物件都爱断啊。哪讲无这个行为，念头都拢无啊？贪嗔痴慢疑的念头都拢无啊？这个疑，特别是都有性高啊。啊，对于高行先贤的教诲，你哪有怀疑？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你未当出六道轮回啊！
你若想要出离六道轮回，你要相信圣贤教诲啊！中国古人所讲的，唔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啦。也为什么袂当怀疑呢？圣贤你是开悟呀，明心见性的呀。咱是咧买血啊，六道内底买甲真深嘛，四性法界买甲浅呐，也无开悟。你看四性法界内面有声闻，就是阿罗汉，有辟支佛，有菩萨，最高的是有佛，那佛也无大彻大悟。心法界佛啦，所以心法界，咱呐，今仔日讲六道是凡夫，呀，佛地经教内面，甲凡夫分作两种，六道内面叫做内凡，六道以内，啊，声闻缘觉菩萨佛叫做外凡，六道以外也是凡夫啊。为什么讲伊是凡夫？伊用的是妄心啊，唔是真心。但是伊的妄心用较正，正伫倒位呢？因为伊对有佛菩萨教诲无怀疑，伊啊完全啊拢接受，依教奉行。所以伊行较正啊，是佛界内面的佛，虽然唔是真佛，真性真佛啦、啊。你看伊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真性啊，真佛。就是三藏经典内面的教诲，伊做到了，伊落实啦。如果伊会当啊，转八识成四谛，啊，伊就是真佛啊，就唔是假佛咯。伊就未大伫十法界咯。甲你讲啊，十法界也是假啊，唔是真呢。用真心，唔是用妄心。由此知影，十法界内面拢嘛是用这个。八十五十一心所用这个啊，自性法界甲用这个妄心一觉啊，伊啊依分啦，又归依分，真正归依分啦。啊，咱那两都是假啊，唔是真归依。啊，鬼是回头，伊是依靠啊。对于那些颠倒我倒转来，依靠经典顶面啊，甲咱讲的教啊，这叫鬼依分啊。所以鬼的意思爱唔办啦。啊，都一挂是真皈依啊，自性法界是真皈依啊。啊，皈法正理不暇，皈经正理不念。你看咱六道内面修三皈依咯，也是没理不觉啊，暇理不精啊，念理不精啊，这就是假咯。有名无实啊，四性法界啊，那是啊名实相符咯。转八识成四谛是真心咯。啊，转第六意识，啊都无用第六意识咯。还是咩？
命官插在眼前啊，诸圣的智慧啊，命官插在啊，也转第七原那色为平等圣智啊，这是诸圣内面的德啊，德行啊。转第八色为台湾金地啊，诸圣本具的法界完全现前啊。转前五色为生所作地，伫大自在啊，即用真心咯，用真心嘛，迄是真佛。用妄心啊，唔是真佛。所以天台家讲啊，十法界内面的佛叫相思即佛，唔是真呢。相思真正成，这咱袂当讲唔知影。所以《大乘经》内面讲的仙，通常看作仙恶的仙错了，仙恶的仙伫烦恼内底。啊，这个所在的仙呢，至少咱都要用这延寿国师还愿观顶面讲的素净德啊，这仙啊，虽然妙用。为优解，如何即得大众情苦啊？这是善，发心菩萨啊，这是善啊。万谢修集啊，咱啊发愿爱心像地上菩萨同款呢。进修啊，第三众生无边愿世度之啊，这个四弘誓愿第一愿是同款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哎呀，帮助这些可怜众生，怎样来度伊呢？加伊啊，众生跟我回头咯，这叫得度啊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一心教学，这主要怎样？三十岁开悟，开悟了后就也教学咯，加一世人啊，七十九岁圆寂的，将近三百五岁，说法四十九年啊。啊，众生苦，苦对着来，迷失自性就苦了，又烦恼，又习气啊，伊做恶业爱受苦报啊。佛菩萨怜悯大家，帮助大家离苦得乐，你干我你就离苦了。你明白了，你就得乐了。啊，所以《大乘经》里面诸佛如来，诶，真正是伫咧度众生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啊，伊个方法就是教学，那言教。最重要是信教啊，伊也做好难看啊。五处三书决定机关，就是顶面所讲的这三代志决定。
是期望啊，期待啊，这愿爱圆满啊。下面的解释，解释的真好。初断烦恼，断烦恼是如来断的正因啊。这是讲三德咯，断德、地德、闻德。佛殿呢？咱看了佛世佛的大殿，牌匾顶面写的是大雄宝殿呐，这什么意思呢？佛是大英雄啊！英雄是什么意思？别人做不到，伊做到了，这叫英雄啊！那六道众生做不到，就是烦恼未当断啊！佛有办法啦，伊会当将烦恼断啦。这称之为大英雄啊！咱有佛，头一爱有佛的断德，这段就是放下。所以这是如来断德的正因呢、啊。不断烦恼乃因力呢。烦恼变怎断呢？如果未当深入经中，你就无办法了。所以老师教我，看破的头前啊，放下的后面啊，为什么放袂落？无看破啊，所以啊，你就放袂落咯。看破了，自然就放下咯。看破帮助放下，那放下呢？放下个帮助看破，就更加提升咯。大乘法里面啊，对十信位的初信，一直到顶格，华严经里面啊，排列的五十一的阶级，就那就五十一层大楼。我放下第一站，我到第二站。我放下第二站，我又到第三站。放下第三站，我到个第四站。所以，看破放下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啊。啊，放下是烦恼无尽誓愿断啊。看破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啊！无学袂用哩啊！无学到一个阶层了后，就袂当阁提升咯，袂当阁起去咯。什么原因？伊唔肯学，行无止境啊！中国古人所讲的“活到老”啊！学到老，学未了啊！对，用命精进，才学到佛的迄款的阶层啊！初，前法无量愿色修集是如来。地的真因，所以地会在哪位？地会对行先，今天中道深圳有一个同修来看我，前一摆来看我的时阵，
伊是一个生理人，是企业家。我甲伊讲，如来所讲的生财有大道。我讲你要听无？当然欢喜咯，发财嘛！创企业就是要发财咯。我甲人讲的，财对对来，财对布施来啊！你下当啊修财布施啊，你就会得到财富。你下当修法布施，你就会得到聪明智慧。你会当修无为布施，你就会得到健康长寿。真的一点也无假啊！我是伫六十年前，将个大师教我呀。我学了六十年了，证明啊，伊是真的，伊毋是假。伊听到真正欢喜，伊认真去做了。伊是做小去市场呀，国内这个连锁店有105间卖日用品、生活必需品呀，亲像茶米、油盐啊，这物件、蔬菜这物件，伊认真去做咯。推出伊这100多间店，采取什么方法呢？伊讲啊，是这个零利润的奖金，就是讲伊买来偌侪钱，伊就是偌侪钱卖出去。所以物件真俗啊，比倒一家拢较俗啊，物件阁好阁便宜啊，所以生意真好咯。伊来甲我讲，伊讲无错啊。而且讲这个生意做起来，较早真烦恼，现在没烦恼咯。以前啊真攀岩，现在没攀岩咯。生意是愈做愈好咯，人拢来因这间来买物件，这个蔬菜水果是无什么利润的啊。完全就是讲，成本这个卖出去啊，好啊！哇，佮伊讲，修法布施，长聪明智慧啊，修无为布施啊，健康长寿啊，也招牌啊，叫做新一家，伫中国真侪人拢知影。所以好甲咱讲的话，真话，毋是假话。毋肯布施，你嘛是会发财啦。迄个财是你命中有的啊。命中若无，财就对来。读了完四分，你就明白咯。可能讲的话无错啊，一生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啊。啊，无论用什么款方法手段得来财富，拢是你命内底有的啊。你命内底若无得袂着，命内底无啊，哪会得着？不是得着呀。你真肯修财布施啊，你就会得着财富啊。这拢是真的，我学了六十年了，一点啊拢无假啊，所以对老师感恩啊。啊，对佛菩萨感恩啊，经典上是安尼来教导咱呀。
第三心食，第三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智，这是闻得正因。这是什么？微波西啊！所以这三句你若会响，你得在乎啊！你看，第一啊，你断烦恼的时阵，你得着在乎；你啊修仙法的时阵，你会开智慧。呀，你念念拢为着苦难的众生，而且是不为啊！你的健康长寿稳定啊！唔通为家己，为众生啊！为家己咧，为家己咧，这就讲出来了。为家己，精进自私自利，这就错了。所以佛法先加自私自利个断掉，讲无我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这就超越了多轮回，提升到四乘法界。金刚经也过后半部，后半部骨卡会爬上一层楼咯。不是讲无我相，是讲无我见啊，见什么念头啊？无我见，无人见，无众生见，无寿者见，念头拢无咯。啊！你就超越十法界，超越十法界要去倒位呢？往生到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。这是真的啊，真理啊，真的事实啊。下面这句总结三德，合为无上菩提之果啊！四弘誓愿最后一条，佛道无上誓愿成啊！头前三条做到，后面这条自然就会成就。这是三心，总为无上菩提之因。因果随依，功中良者定无所为，无不报果啊！这是学佛初入门的时阵，诸佛如来甲咱开始的总纲领、总目标、总方向，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个目标呢？那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咯。个人会当唔能共款，但是你爱知影八万四千法门方向也是一致的。目标是一个啊，所以咱呐选择这个法门，咱今天所选择的持名念佛，我选择这个法门，对于其他的法门尊重啊、等待啊，唔能轻慢呐，轻慢是有罪过啊。也有真侪人认为讲，我这法门悬呐，比你较悬，你不如我，这话唔通讲。这也使讲，这个法门适合我修，我修这个法门比较较容易。对无同的法门，都要尊重。你那是诽谤，啊，你就是谤佛、谤法、谤经。诽谤三宝是啊，比地界的罪过咧。
这袂当唔知影，诽谤别人就是讲过傲慢啊，傲慢心是生烦恼啊，唔是生智慧啊。所以学佛一定要有谦虚啊。菩萨六波罗蜜里面，教咱持戒、忍辱。菩萨戒里面，助赞毁他。在儒家戒本里面是。同罪啊！家己赞叹家己，诽谤别人同罪。所以咱看《华严经》啊，尾后啊，现在同住53参，那现在同住是修念佛法门，你看对有。53位贤弟子所修学的，不是净宗法门。你看伊偌恭敬呀，偌尔感恩呐，这是正确的呀，这是教咱的，拢是佛讲的。佛讲这么多方法，都无共根性的众生啊，哪会讲有错呢？现在是一个行菩萨道修行人的好榜样啊！咱应当向伊来学习，家己谦虚礼敬别人，赞叹别人，这就对了。古德啊，常讲的，若要佛法兴，唯有精湛精啊！我们注重地主，拢会互相赞叹，佛法就兴旺起来了，佛海了，家和万事兴啊！你家己厝内袂好，肯定会衰败。外面也无人看你的气啊！所以清净兼和这四字非常重要啊！下面讲了如经言，法心毕竟理不变，如是理心，行心难，诸彼得道，行道他，是故我得错法心。是地发心，是发菩提心。就思想来讲呢，四方四愿无分宗派，无分法门，普遍拢发这心。那是不是真法呢？还另当别论咯。佛菩萨对初学的人的要求是爱真法啦。这个心就是立定的方向，立定目标咯。头前三个是方向，最后一个佛道誓愿行拢是啊目标啊。断烦恼是断德啊，有法门是智德，道众生是闻德，这三德
成就了最后目标啊。佛陀无上誓愿行啊，学习呢有慈悲心，恳切的人，自己无多先度别人。菩萨内底有一个代表，地藏菩萨啊，就是啊，这种的类啊，真正的下救为人啊，这是非常非常的难得啦。啊，这个《华严经》讲的啊，发心菩萨四正德，最后一条大众辛苦啊。啊，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断德和智慧，断德是德行啊，智德是智慧啊。若无德行，无智慧，哪能度众生？有智慧，无德行，是袂用的。有德行，无智慧也袂用的啊。初心固步，随时菩提，菩提就是成佛啦。离机花波，再有净土，这是往生。这是对于咱，中下君臣的人讲的啊。啊，咱知影，代天代我，明心见性，只有啊，上上君临教训啊。通常讲，上中下三君拢做袂到啊。啊，由此知影。烦恼是歹当啊，非常的困难。什么原因呢？咱去了多时间太久了，在烦恼时期，拢是伫了多来对养成啊。啊，中国古人所讲的“君子即切，君灭即黑”，啊，留到来对人，灭人罪，家己人少，就是讲教咯，教到无够彻底，结果也是修仙积德。修仙积德的目的是何在呢？唔忙家己来生得到更加好的果报，所以啊，伊未当出六道轮回啊。啊，伫这种情形下面。和菩萨会使讲是特别慈悲啊，啊，咱来感激阿弥陀佛，甲咱建立叫世界，
帮助咱烦恼失去真重的人，也会当伫这一生成就啊。就像头前所讲的，咱如果将目标定在极乐世界呢，咱的方向是西方，目标啊就是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。咱伫这地段路修仙，我无爱绿岛内面的这个古堡啊。我就以什么意想要来去极乐世界，会用未会用呢？这部《无量寿经》四十八愿里面讲啊，真清楚、真明白了，真正是会当去啊！所以讲，华不在净土啊！到加西方极乐世界了后，迄个殊胜的，就用啊，完完超过咱想象以外。亲像即原来面所讲的，该做阿维瓦地菩萨，这不得了了。那阿维瓦地菩萨就超越十八界了。咱那一个往生，祖祖连连就超越十八界。这个法门啊，无比的殊胜啊，一遇难逢啊，这一生就遇到了。那主要记得一个总原则，无我就未当啊出六道轮回，无我才当出六道轮回啊。啊！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心动机土有我啊，方便有土也有我啊。这个世界内底无什么多，这个世界永远未退转。生起这个所在呢，就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啊，也就是讲，四十八愿所讲的啊，你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全部拢具足了，你一项都无欠缺啦。那你就细心去想看卖，你的智慧、神通、道力，那真是甲阿弥陀佛拢同款的啊。真正呀，绝对对未来是阿弥陀佛大慈大悲，本愿威神加持你啊，不是你自己修来啊。阿弟叫世界爱修无爱修啊，你不能永远靠阿弥陀佛啦、啊，你爱在迄个所在好好自立，好好啊去啊，真正去断烦恼。真正断掉了后，那是你自己修来啊。无修来以前，就爱靠阿弥陀佛；修来了后，就无需要靠阿弥陀佛咯。真像你都同款啊，阿弥中代圣人就爱靠父母啊，中代圣人了后就爱独立啊。啊、阿弥陀佛就亲像父母同款呢，细心的照顾人啊，大家啊拢成就啊。下面讲了，所以廉价，我提心量
功大无边啊，中远无限啊，果然甘地功大无际，以报净土，中远无量正报寿命。这句啊，真重要啊！太重要了，头前啊，这三句话：菩提心量功德无边，中远无限。这十二字要紧啊！啊，咱中国老祖宗有一句话讲啊，真正好：量大福大，你的心量无大。那是良心的障碍啊！所以真正念佛的人，爱把心量拓开。那《大乘经》内面上讲：“心包太虚，两周三界。”那是菩提心吗？甲诸位讲，那是咱家己的真心。咱本来就是安尼生呀。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心量呢？两个人都好像都不能相容啊，还在大家在玩家，这是烦恼习气，这不是本性啊，这是习性啊，不是本性。对这所在本性跟习性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，本性是真的永恒不变，习性是假啊，假啊，当然是会当断啊。真的啊，自然就会现前咯。所以啊，阿弥陀佛是真心感召极乐世界啊，已经庄严啊。咱也用真心无量无边的心量啊，修四弘誓愿，所以你必定感到弥陀净土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头一个你所得到的，永远无量正报寿命，无量寿啊！如果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无量寿，古人也有讲啊，是有量的无量，不是真正无量，是有量的无量，讲会通。为什么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讲得真清楚，那是讲咱往生是生在当基土，啊，下品往生就是下品下生，在西方极乐世界。什么时阵，你才会当花开见花五无生呢？花开见花五无生，就是啊，梵高初诸菩萨，无到到这个境界，在西方极乐世界享受的阿维瓦蒂菩萨的待遇啊。
咱知影是啊，弥陀本愿加持你啊，到花开见佛五无生，是你家己亲证的。时间也是无长啊，十二劫啊，咱看这十二劫啊，足长的啊。可是呢，伫诸佛刹土内面咧修行，一般讲修无量劫啊。西方极乐世界十二劫啊，就成功咯。这是无量的无量啊！花开见佛我无生了后呢，那就是变作真正的无量咯。那是无量的无量咯，真正无量修咯。这道理爱办啦，事实真相爱创个清楚，咱就绝对袂怀疑咯。古代的有无同款的讲法，啊，咱拢知影。要无同讲法，无同伫倒位咧，清清楚楚，无疑惑啊。菩提心无令动彼，故说初心为彼正因，是名随时发心相也。是段讲的是随时发心，就是四弘誓愿。啊，咱一般人确实是会当学习。会丢的啊，但如果你也够较透彻，啊，你就太容易了。啊，你创未清楚，要放下是真困难咯。你明白咯，放下就真容易咯。下面讲，所言顺利离发心者，这个人讲顺利啊，你是什么？你是自性啊，真如本性啊。呀，就是《三字经》里面讲的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啊。人若是随顺性本善，你发心就容易咯。啊。随意思也是随习性，随习性顺利是随本性，不同款啊。你看顺利的发心者，性该诸法该如幻梦啊。唯有非无离言绝路，头一个你相信咯，第二个你真正了解咯，是什么了解什么呢？诸法啦，皆如幻梦啊，无常之间一切法。这个一切法，咱啊现在用三种现象就甲包括咯。第一个物质现象，第二个精神现象，第三个自然现象，就拢包括咯。这三种的现象都是假呀，无常是真的。所以啊，金刚经则讲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浮梦啊。那你相信未？真恶相信啊？为什么？无理解啊？开经机
顶面所讲的啊，冤家愈来真是伊啊。主要就是该即句话真是伊。唯有唯无，你才袂当讲伊有，袂当讲伊无啊。啊，就那亲像咱现在看到，这个电视屏幕同款，电视这个屏幕现的这个像，你讲伊有无？还是无咧？你讲伊是有，伊确实无存在。啊，你讲伊是无，明明伫眼前呐、啊。你哪会伫无中看到有呢？伫有中看到无呢？啊，你就相信咯。有是什么呢？有幻有啊！上有成无啊，俗有利无啊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！今仔日量子科学家甲咱讲，因知影，这个世界确确实实无物质这个物件，也拢看到物质啦、啊。那时候你讲无物质，这根据什么讲呢？根据伊研究发现的啊，你讲物质的本质，是念头啊，而物质安怎来？是念头累积。连续产生的幻想，这就是说明念头啊、物质现象啊，是对精神现象来啊。啊，精神现象是对对来的，伊现在跟咱讲咯。伊讲无中生有啊，讲法啦、啊，甲大乘经顶面讲的啊，非常非常的接近啦、啊。在《菩萨出台经》内面，释迦牟尼佛提出一个问题。问弥勒菩萨，佛说：“心有所念，这是讲一般人啊，一般人心肝来起这个念头。”我就问伊讲：“这只念头内底有几念？有几相？有几色？”我啦，这个问得真好。这念头内底有偌侪细念呢？有偌侪相呢？相就是物质现象啊。有偌侪色呢？色是精神现象啊。弥勒菩萨回答讲：一等智啊，这个一等智。
有三十二亿八千年，三十二亿八千年，单位也是八千，八千是十万呐、啊，三十二亿乘十万，三百二十条，这一单子，三百二十条的念头。对这连续与啊三星现象，弥勒菩萨讲念念生行，行就是相啊，应该有色啊，色就是受相形色。每一个念头内面都有色受相形色，迄、那个相就是色啊。大乘教啊，常讲五蕴，每一个念头啊，拢是五蕴具足。对倒位来，对念头起来啊，念头有无呢？念头也不当讲有，也不当讲无。你讲有，已经无看到咯。伊存在时间，只有一旦子的，一旦子的时间真短啊！一旦子的三百二十条，三百二十条分之一，一旦子啊！那个人旦子，我相信啊，少年人。身体好呀，弹较紧。那讲一秒钟弹五摆，现在用秒做单位，一秒偌济呢？一千六百条啊，就是一秒钟的这个一千六百条分之一。你讲伊是有也是无呢？啊，咱看到的现象是连续的啊，这是相连续。加讲的是意念累积连续的现象，就像咱咧看电影同款。现在看电视速度搁较紧，较早电影用这个软片啊，幻灯片的软片。一秒钟二十四张，咱看到这电影顶面那就是真的，看不出是假的，各张拢无同款啦，每一个念头拢无同款啦，黄文官顶面讲啊真好啊，念头这起来就无变化界啊。出生无尽啊，做佛经比看加讲的更加清楚，不是无中生有啊，是诸性都是缘，这个缘就是动啊，所以现在看加讲。显定律，甲佛法讲的也真贴近啊。佛法讲一念不觉，理由不明啊。这一念不觉就是动啊，非常微细的震动，这个震动咱未当发觉到啊。咱那是心太粗了，心浮气躁啊！对有迷失者的念头咧，家己啊，袂当觉知啊。弥勒菩萨真厉害啊！你看这样的迷失念头，一旦止，三十二亿八千念，伊会当啊看遮清楚。
这用什么东西看呢？清净心看呀，咱俩一般讲定功啊，到极深度的定功，你才会看到。但是圣经内面有讲啊，八地菩萨啊，八地叫不动地啊，八地菩萨以上看到了，看到这个。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伊究竟是甚么款代志，就看清楚了。佛法是用相定来看到的啊，唔是用仪器啊。比仪器更加厉害啊，比仪器看更加清楚。所以说明物质不是真的，精神也不是真的。那个一念不觉也不是真的。所以啊，你不能说它有，也不能说它没。你若是说它有，你就上了。啊，你说它没，那就上了。越迷啊，越深啊。啊，所以佛只好讲，不可说，不可说啦。啊，这不是讲未当讲的啊，因为啊，你一个讲的时阵呐，你已经起心动念，你已经有分别执着了。这个物件一定是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你就证着了。所以啊，佛经上啊有一句话在讲：唯我弘地啊。你若无开悟，你就唔知影咯。这个悟是大体大悟，明心见性咯。看到真相的体相作用，你真正看到咯。真相无处不在啊，无时不在啊。任何一法。都是以一为体，无一，一切现象啊，都未发生啊。所以的意思，一切万法的本体啊，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，啊，离言转入。这句话跟人讲，你言转入，你就证着。你用言说讲未出来，如是思考，你想也想未出来，为什么？言语呢是属于。真五色，安逆彼邪心呐、啊，这是物质现象。啊，色声香味触，这拢是物质现象。自性呢，伊唔是物质啦、啊，所以。若滚若停啊，伊未起作用啊！这个若滚若停对伊未起什么作用？伊唔是物质，也唔是精神啊！但是呢，有精神的元素，喺度组成来对。有见闻家己，这是伊家己本来有呀，不生不灭啦，有见闻家己咯。灭了后呢，伫阿赖耶内底变作受想行识，所以我问是假呀，唔是真呢？啊，
这个《心经》有讲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啊。那照见五蕴皆空，就说明这三种现象无存在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拢无存在，见性了。看到这个物件无存在，就见性。啊，因为啊，伊啊，这伊唔是啊，这个精神现象啊，所以伊第六意识言未丢啊，所以受想行识啊是言未丢，六识言未丢。你看六根、六尘、六识啊，言未丢自性啊，跟自性不相干啊。有时自性真正是离言绝路，无把它讲也袂当想呀。以自性界发光大心，真正是了解这道理，你心清净咯，你心是永远伫定中啊。为什么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？了解君臣色拢是啊，拢是幻有啊，拢啊唔是真的。天地放下咯，发功大心，这功大心安怎发呢？那是真正这法，你内面这四种烦恼拢具足咯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只要这法力全具足咯，你个变作凡夫咯，你个登去到六道轮回来咯，这地这个法，唔是咱想象当中的法。这个话是一个形容词，宏大心性呢，自然就现出来咯。只要你真正放下起心动念，分别执着，自性全体自然就现咯。这个叫发宏大心吗？水不见有烦恼显发。真正以了解事实真相，离不半步啊！伊啊，未排除有多想法界在幻想，已经清楚啊！伊知这是假啊，假不碍事啊！就那像咱咧看电视同款呢，你就有。经过电视古早完全了解，知影这影像啊，拢嘛是幻想。电视屏幕一点不亮，清清气气，有需要将这像给去掉无？啊，无需要，像是假啊，确实啊，无念无到屏幕啊。见性了后，看整个十法界，看六道轮回，就干啦。看这个电视屏幕的情形啊，是完全同款，就是非空非有啊，非假非真啊，你的心就清净了。你不把无的可断可修，以为拜读断
烦恼，也未排除受法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无了解真相的人真多啊！你甲伊讲事实，真相也讲袂清楚啊！这就是行顺众生随喜功德啊！《梵文观》顶面讲呀，随缘妙用啊，这就是随缘妙用。啊，只有真正明白的人才做会到啊，不是真正明白的人想要学到无成啊，这啊不是真的啊。是故虽愿识断识修，以不为有啊，无愿三昧。不管三昧是伊的真心吗？这什么人呢？我傲的人，真正开悟、明心见性了后，伊也伫这世间，迄就是梵文观顶面的四德显露了。真正是叫做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啊！真正是大众辛苦啊！早年释迦牟尼佛甲咱做诶实验，做诶即模样啊，也历代在做书大德，即其中有不少诶人，嘛有达到释迦牟尼佛诶境界咯。在中国五丁会馆内面，1700个公案，这例啊，《传经录》内面所记载，教海大开元界，正宗的离心不乱，有啊。把咱家综合起来，佛教传到中国2000年了。建立来替代我明心见性这个境界，至少有3000人以上啊！这个估计。未结婚啦，真保守的估计，3000人以上啊。啊，因甲咱所实现呢，甲释迦牟尼佛在世是人同款，这真正都是无尽的慈悲啊。虽愿解脱无量有情，你不能尊灵多所多，伊也加别人众生无边誓愿多，伊也认真咧做，不着相啊！金刚经里面讲个，四相拢放下，四见也放下了，野心真正是清净咯。啊，经台顶面所讲，清净平等觉啊，所以非常认真精进，在迄个所在努力的帮助一切苦难众生，无
戒心都免戒，你哋无尊领导所导，又无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都拢无啊，当然都无分别执着咯。这个境界，咱现在会当去体会到一挂咯。那不是讲当时分手真恶去体会，可能虽是空无相，空啊无相无关啊，啊空无相无关。头先即句讲皆无关，如经言，这是金刚经上讲的话。如是灭度无量众生，是无众生得灭度者，便是也灭烦恼啊。度是帮助伊了生死，做三界啊。正啊，般若盘，这拢是真理内底拢包含着。做家不亦落好啊？心内有无？心内无？心内若真正有这度众生，做了好事，断烦恼咯。甲诸位讲，伊啊无超纪律道啊，伊啊所修是世间善法。会当啊，出了多轮回，伊啊，伊死了后，伊往生到天道啊，伊定都爱心肝来分裂都拢无，连阿罗汉都不得上了，伊啊，这出了多轮回。也未当出十法界，这是未当讲唔知影呀。但是呢，只有这个例外，也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啊。这个法门呢，这是世间法，只有这门俩，无第二门啊。这是咱未当讲唔知影，这个法门，咱今日欢呼，有欢乐灯啊，真正欢乐啊，真正有众生，咱就咧帮助伊啊，咱都着上咯，拢有分别执着。交代成经顶面，这是世间的显法啦、啊。你甲这个经义完全无相应，可是一心求生净土来讲，迄会用哩啊。啊，咱这个人生到西方净土，要生到位反省动机土咯，这一定要知影。世上婆罗，像金刚经讲的。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是相婆咯。断烦恼，度众生，修善法，是方便有土。无等的呢，是反省动机土咯。可是叫做世界真殊胜啊！那东基土阿弥陀心，阿弥陀加持你啊，你嘛是阿维瓦地菩萨啦、啊，这不可思议啊！阿维瓦地菩萨在华严经里面初住以上呢，也就是个咱常讲的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的人啊，到极乐世界
弥陀本愿加持，给你提升到这个境界。可是你也可是反省动机土啊，你也并不离开反省动机土，就是你的智慧心通道力，甲人心见性的菩萨完全相顶。那、这个相顶是阿弥陀佛加持你啊。唔是你家己证到呀，家己证到，咱头先有讲过，伫叫做世界修行，哈哈，变龙星，家己证到，变成阿弥陀佛菩萨，哎，十二劫了后，今年十二劫当中，这是佛加持你呀。这是西方世界无底车啊！大乘教内面八万四千法门，无这个法门啊！所以这个法门叫做门无大道啊，特别的法门啊！所以这部《无量寿经》在大乘法内面是第一经啊。啊，华严法华，最后拢是啊，念佛归净土啊。啊，文殊普贤，那是密教内面的金刚萨埵啊。最后表演给我们看的都是念佛求生净土啊，这是很不得了了。说实在话啊，这也是念祖老居士当年在世的时候跟我说的，那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以后，佛的法文要九千年，只有净土法门，只有这门一生成就，除这门以外一生无可能成就的。这个机会啊，咱都要把握啊！那无把握啊，那是太可惜了。咱那个低人心，我拄到这个法门，也哪有遐容易的？下面讲乃至讲说过。如是发心不可思议，是名顺利发心上呀。你那你在心经里面，虽然不是正悟，念住了，听住了，慢慢理解了，就解悟，解悟。帮助咱随时发心嘛，安尼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家己有把握咯。特别是现在灾难现前，现在啊，全世界拢在谈论2012诶。2011的大灾难啊，有真多同修来问我，咱学佛如何来应对这件代志呢？我哋经常有甲人讲啊，然后是念佛啦，
爱知影，简称乾隆时代，灌顶法师甲咱讲，这出世间拄着灾难也好啊，困境也好。一切疑难杂症，大乘经教内面所有的方法拢未当啊解决，拢未当解决咯。最后要有一个方法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无未当解决的呀。这个开始的内底。最重要都是一心专念。那为什么有人念个真灵，有人念个无灵呢？就在这一心专念这四字啊。有人念念个真困，伊也阁有怀疑，敢真正安尼？也有夹杂，功夫无顺啊。所以也无感应，功夫若真纯，感应就伫眼前啦。遮侪年当中，咱动手当中有看到，感应啊，真正纯啦，伊免偌长个时间啦，两三年时间，伊就非常好个效果啊。但伊表演互咱看，伊表演什么养生啊？伊有伫时机啊，知影家己什么时阵要来去啊，好来接应你啊。无破病，今日去诶，坐日去诶，表演互咱看，水上稀有啊，这敢是假诶咧？遮个人，伫我心目嘅当中，拢毋是普通人。佛菩萨再来啊，表演互咱看呀！三转法轮内底，遮个人来做正转啦。伊来甲咱做证明啊！让人对经典顶面明白着这些道理呀、啊，也过看到这些修行人的榜样啊，思想上，啊，咱看到证据咯，这敢若袂当相信，敢要有疑惑呢？啊，讲要有意识，要有抉择，那就继续赶紧，搁再用功。对这个用功呢，对经教顶面来用功。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啊，那就无别家咯。你若无对这个经教顶面，你就是迷信啦。啊！咱读了大乘的经教，听到今仔日科学家的这个报告，无论对于宏观宇宙、到量子力学，甲佛经是愈来愈接近，这是而且是好代志啊！所以我有理由相信，20年、30年了后。世界上宗教若想要存在真困难，非常无容易。
佛教的永远的传入去，伊毋是宗教，伊变作科学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伊是高等科学。你看，咱今仔日读到这个依照利亚发心，就是顺利发心，性改诸法改如幻梦啊，非有非无啊，离言转入啊，今仔两组的学家证明了。无好讲啊，遮清楚。啊，因若是发心来学佛，成就的这个速度啊，比咱会更加紧真多，有基础啊。有建议一个听就了解咯。亲像咱共款，咱对佛经真熟，所以也报告咱一个听也了解。三千年前，释迦牟尼佛所讲的，今仔日这些科学家所讲的，是同一件代志，真正是会当帮助咱解决问题，解决家己不生不灭。所以了是是，这是法界，这一点啊拢无假呀！啊，今仔日时间到。咱就学习到这点。